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游客依序登上夏日海洋号，开心地从小艇码头出发，前往目的地正滨渔港。在船长详细解说导览下，更深入认识这座依山傍海的美丽港都基隆市。这是2022城市博览会推出的海上看展游程，经由基隆港内港，透过水路串联，把游客从国门展区带到正滨展区。在航行过程中，也让游客从不同角度欣赏基隆之美。这个海上看展最主要是我们有一艘夏日海洋号从我们的小艇码头出发，游泳船来载大家到这个正滨渔港的色彩屋。那从小艇码头到正滨渔港有一个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船只，然后可以在海上看展。那这次呢，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个游客呢从 A 展区带到 B 展区，同时在这个海上看展的这一个游程里面呢，我们从船上来看基隆的这样的一个市景，那同时呢到了晚上还可以看非常漂亮璀璨亮丽的这个基隆。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光环境，那从海上看展回看基隆更是有特色。所以这一次的海上看展呢，我们也突破了很多的这个限制，那跟港公司还有渔会来做一个合作，那把这个船呢从小艇码头开到这个正滨渔港，那这一次呢也可以从正滨渔港上船来到小艇码头，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水路的交通来串联 A 展区跟 B 展区，所以未来呢是基隆的这个观光的交通的游程，不仅仅是靠陆路，水路也是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交通工具。从著名的基隆地标中正公园、竹埔潭、观音佛像，一路看到外木山协和电厂的三根烟囱及外港的光华塔，最后抵达正滨渔港色彩屋。沿途还有擦身而过的军舰与港区作业的桥式起重机、货柜轮等，丰富多元的东西两岸景色与海上风光，让游客大战值回票价。机会比较小，平常就是搭车，所以试试看搭船的感觉。然后从海上来看，就有感觉怎么样？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对对对。漂亮，漂亮。我觉得港口跟海是基隆的特色，然后从海上来看基隆是另一种不同的美感，所以尤其是今天的天气还蛮舒适的，我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心情很好。这项陈博会期间限定的海上看展游程，平日12班次，假日则增加到16班次。想要一览基隆无敌山海美景及港区人文风光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